女性如果冲凉嘅时候咧，有一点要注意。系、哦、啊，有专家有呢个专门外国嘅吓，专门研究呢个盆骨底健康嘅物理治疗师啊，系啦，阿艾莉，阿艾莉女士咧，佢、哦、就讲 ，Ellie， 系啦系啦 ，Ellie， 咁佢就话啦，呢个问题咧，一定要大家注意，系、哦、特别系女性啊吓。点解咧？佢话千祈唔好冲凉嘅时候习惯去埋小便。哦，女性啊，净系啦，净系女性，佢有啲特别影响。不过我相信男性都有啲关系。点解咧？佢点解会咁样咧？嗱，依个因为咧系一个同一个自然嘅，佢又唔系反应嘅。嗱、哦，谂谂，如果当你唔系去洗手间，嗯，你系听开啲咁样嘅声，水喉声成各样咧，你习惯咗，一开水喉啊，成啊花洒成各样，你就去屙尿咧、哦，变咗你唔系冲凉嘅时候，哦，你平时开咗个花洒咩成咧，你个膀胱自然感应到啊，即系惯咗，系啦，有声声声声咁就要屙尿，即系等于一啲狗仔、猫仔、狗仔，喵喵开饭，叮叮叮叮叮叮，哼下啲盘啊，成啊，诶，佢一听到，嗯，食饭啦，佢未必，佢当然唔知你讲咩啦，开饭，佢拧咗个大脑，系啦，个大脑已经入咗脑里边啊，心理里边入咗脑，哦，叮叮叮叮，就系有饭食啦，又或者喂鱼咧，咪哼下个鱼缸先，哦，等等等，咁啊食嘅，哦，你哼佢咧，就算你咁啱撞到佢咧，佢都以为有鱼粮啊，佢咪走上水面。嘅依个就系一个问题啦，即系佢每次冲凉嘅时候小便咧就令佢大脑咧就觉得啲水声就 connect 咗同小便有关，冇错咧。之后咧就算佢唔系冲凉，佢就系听到啲水声咧，佢大脑就会自然觉得诶、哎、要屙尿啦咁样。系啦，就系咁嘅。佢指出，当膀胱充满尿液嘅时候咧，大脑就会接收呢个信息，呢、哦、个时候要排尿啦。咁但系如果你冲凉嘅时候小便咧、哦，大脑就会将个水声啊、流水声、花洒声咧，同呢个小便联系起嚟。咁、嗯、啊，慢慢加起嚟咧，形成个盆骨嘅底个功能咧、嗯，有少少障碍啊。哦，系啦，日后当你冲凉盆骨，系啦，冲凉嘅时候咧，同埋打开水龙头咧，佢就会接收到有一个小便嘅冲动。嗯，系啦，佢即系感觉到哦，呢个系一个屙尿啦，要屙尿啦。咁、嗯、你成日都一开水、哎、又要屙尿，哎、又要屙尿，唔系嘅，唔关事，我洗手啫。呢、这个男性又冇影响咧？啊，有少少。呢度就解答咗啦。阿艾莉就话啦，女性嘅身体构造并非设计站着小便哦，系啦，因此当你站着嘅时候咧，盆骨底唔会适当放松啊、嗯，意味住咧唔会排清嘅尿液，系、哦、啦，因为你企喺度冲凉啊嘛、哦，你通常咁样，如果你女性冲埋凉，好似男人咁啦，肥埋督尿或成啊各样咧，咧、嗯、呢个同企同埋坐小便咧、嗯、分别就在这里啦。因为我解答咗一个迷思嘅，就系、是、以前咧，我同我女朋友。即系住嘅时候咧，冲凉咁啊，冲一齐屙尿，一齐冲凉嘅时候咧、嗯，我佢好奇怪噶，佢每次佢都会冲凉嘅时候小便啦、嗯，但系佢每次小便咧，佢一定踎喺度去小便噶，跟住嗰时我就成日问佢，点解你要踎喺度嘅？佢放松系啦，跟但系我哋唔系咁啊，男士我哋企喺度，跟住就话，点解你唔一定要踎喺度先去到？佢话唔踎喺度去唔到，真系，好得意噶，女士可能真系。唔系男性都有啲动作嘅，一定要擘开个鼻咯，哦，因为嗰个都系一个放松。你有冇见过人拍埋只脚好似操兵咁，但系？唔会噶嘛？发炮！我而家年纪大咗，我仲多咗个动作咯，虎符长。系啊系啊，借力啊嘛。系啊，有啲会咁样。喂，你唔使啊嘛，你咁后生。放松。系啊，我哋都唔系噶，佢操劳过度都要噶。我哋系大抽啊，因为身子虚啊嘛。系都要讲出嚟。我唯一咁讲，佢先开心满足到。系啊，因为重啊。下次你个吸尘机一只手兜住，第二只手我揿住，咁样嚟噶，好惨。我通常都系啊，有啲细路唔乖，我明明佢唔乖，我都话佢乖啊乖，咁会开心啲。即明明都系你唔系好大兜，我都话好大兜，开心啲咯。放松。哦，因为佢同埋佢嗰个应该系啊，女性咧，即系譬如话佢生完 B B 之后咧，点解有阵时佢会叫做譬如生一个或者两个，可能譬如话次数比较多啲咧，好容易漏尿咧，就因为佢生个 B B 嗰啲咧，佢嗰个点解系个盆骨？一个盆骨好似咧喺个盆骨位置咧，总共系有四条肌肉咧 hold 住佢嗰个膀胱嘅，咁咧就即系好似吊起佢咁样啦。咁你譬如松咗嘅话咧，个膀胱就会跌落嚟啦。咁跌落嚟嗰時咧就會有 hold 唔到啊，咁咧就變咗咧就好容易喺個尿道嗰度咧就漏咗出嚟，即係因為鎖唔實啊嘛。點解會咁樣？因為女性嗰個尿道係比男性短好多啊嘛，女性個尿道得4 cm 到啊，男性嘅尿道咧好似阿豆爺嗰度有18 cm 咁長啊嘛，所以女性係忍唔到尿嘅，尿道太短啊，所以比較成日都去廁所急啲。所以大家睇 AV 嗰時點解女性成日有水噴出嚟？嗰啲就應該唔係尿嚟嘅。阿通哥話。系
喂，但係如果嗰啲你你嗰啲係有啲尿液嘅成分嘅。唔係，咁但係如果阿蔡神話喂唔係喎，我沖涼嘅時候小便墊到我只腳我都唔得嘅，咁你性行為嗰方面都有啲障礙喎，嗰啲全部尿液嚟喎，尿液嘅成個。唔係個個有嘢噴㗎，哥仔，你玩你嗰個女朋友真係珍惜下佢好咯，如果下有水分啦，好勁嘅喎，如果係順便賣下廣告啦。呢、幾集前嗰幾集我已經講過關於女性潮吹嘅問題，大家睇翻 D 一百 Radio 嘅黃賭毒，有曬專題解釋點解會咁樣。唔係咯，唔係啦，裏邊係咩成分嚇？係啦，嗱咁啊，仲有嘅咁啊，專家頭先阿亞力佢提到嘅，佢話如因為就係女即係頭先個喂狗個動作啦，即係等於餵你喂狗嘅時候響下啷啷咁樣，咁啲狗就嚟啦，咁所以就話習慣咗響啷啷，佢就當得有得食。好啦，當你出去例如似可能公園放狗，你啷啷下，咦？我想引到佢注意喎，佢走嚟猛嚟搖尾啊，想食嘢咁，就俾一個錯誤嘅反應俾佢啦，咁啊會影響到佢啦。佢話特別提咧就係如果有人就持續冲凉的时候小便即是女性、好了年纪大了的时候盆骨底的功能障碍情况就怕会严重一点、有机会、有机会导致这个失禁，因为长期站在这里、是长期站在这里，特别是年纪大一直习惯习惯这么多年，可能现在去到五六十岁都是这样，那就变得有影响。但是如果我以前女朋友这样每次她都是冲凉去，但是他踎低去，咁咪唔会导致佢企到嘅时候，令到佢会觉得咁都 OK。咁但系唔该你关咗个水声，系啦，闩咗个水声先。专、家就咩意思啦？变咗好似揿钟咁啊！即系如果佢习惯咗嗰个声音嘅话咧，个大脑唔识分噶嘛。咁譬如话你带佢去半岛食饭，间西餐厅咁样，咁跟住咧就开支香槟啊，卜卜咁跟住咧就一倒香槟水。跟住佢，急尿啊！佢就，我要厕所咁样，佢就系变咗咧，某啲声音刺激个大脑咧，就以为自己急尿。喂，咁但系咁样好大镬噶，咁咩都唔做得噶咯。咁如果嗱，如果系咁嘅话，根据呢个艾尼嘅报告啊，我都呼吁男士啦，冲凉嘅时候咧就唔好打 J。点解咧？你每次冲凉嘅时候你都打 J， 咁你个大脑自然会连接到有水声等于打 J。跟住下次去开香槟，卜，哎呀，你做乜嘢啊？哎呀，唔好意思，我自动连接咗，我控制唔到啊！一听到水声就打 J， 咁啊好大镬。即系冲凉，你唔系个个都一路冲凉打即系话，先生，即系咁讲。你个管理处已经呼吁啊，所有住客唔好再喺度冲凉打机啊，塞晒啊，塞晒啦，下边张住晒啦，系啦。咁佢就话咧，因为特别系年纪大啦，因为已经经咗咁耐啦，咁多年啦，咁啊对个小即系、对嗰个女性个饮尿情况啊、小便啊、膀胱啊就有影响嘅，咁所以大家就留意。如果真系想去屙尿嘅，即系屙咗尿先走埋去冲凉啦，就咁嘅意思，就费事分开。系啦，咁啊正常情况之下。做就会好啲，就咁样，特别系女性咧。嗰阵时我记得我中学嘅老师，男人企喺度屙尿，哦，唔系男人。佢讲系佢直情喺度，佢有啲尴尬，有啲尴尬嘅，因为啲女同学喺侧边嘅。佢话女同学啊，屙屎啊，吻屎嘅前后你都要调转啊，真系啊，系啊，呢个我女朋友有同我讲，有讲啊嘛。佢话吻屎系吻向前、吻向后咧，有啲分别。一定系咁，正常都系后嘅。系啦，佢一定要吻后。如果吻前咧，惊嗰啲。大便咧，嗨到自己個女性嘅陰道，咁啊變咗細菌入去，尿道感染啊！係啊，嗱，佢好心嘅，佢真唔係話特登講鹹濕嘢或者咩嘅，佢好心話俾女同學仔聽，不過有少少尷尬啦，有男嘅同學仔。但係佢下一句就話：如果女同學有唔舒服嘅，我可以幫佢檢查嘅咁樣，係咯。好咩？咁就犯法㗎咯，衰十六㗎咯呢個。係啊，就咁樣咯，即係等於啲道理啦，因為有始終多男嘅有啲分別啊嘛。係啊，有啲細眉細眼，有啲即係個個人唔同㗎嘛。你諗住一次兩次冇嘢咧，咁跟住慢慢發覺，咦？點解下面成日發炎咧？咁樣根本就可能個係啊，可能生活習慣錯咗啲嘢，係啊，所以同埋都呼籲啦。除咗你啱啱我哋講話去小便啦，或者我啱啱我嗰啲男士嘅自俗啦，搞嘢都唔好沖涼搞啊！你知啊，啲情侶好中意沖涼嘅時候搞噶嘛？嗱，又係死火嘅，呢個仲衰。係咩？呢個一齊，但係嗰啲 A V 好似係嗰啲 A V 全部都沖緊涼搞喎。但係根據艾尼呢個報告咁啊死火啦！每次聽到水聲咧，可能我當你情侶啦，哦 anniversary 咯，去酒店慶祝，卜咕噜咕噜咕噜，哇！個男仔突然之間望住個女仔，個女仔又望住個男仔，一齊望做咩事？咕噜咕噜咕噜，佢因為成日沖涼搞嘢嘛，咁咪好咯，有泥尿啦，泥尿啦，一水聲提醒，哎，又要搞嘢啦，哎，唔好意思啊，哎 ，waiter， 我哋去廁所先，咁啊唔得啦，咁啊反而仲好喎，你唔使食偉哥喎，你想搞嘢就咕噜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倒罐汽水咪嚟咯，人會習慣噶嘛，你長期咕噜咕噜。
你日日都咕噜咕噜，就好似艾妮话啦，个盘骨会松噶嘛。咁你细佬开始冇反应啦。以前咕噜咕噜咕，你下面又咕咕咕，而家哇成 liter 咁样倒落去，你细佬都冇反应咁啊死火！我真系我同阿彩彩又即系睇开嗰啲 A V 咧 ，N T R 啊，枯木前饭啊，全部梗系有一幕就冲凉房搞嘅，系啊，梗有一幕嘅。唔知点解硬系有块透明玻璃，系啊，透明玻璃啊，咁样搞搞咁样整嘅。跟住之后咧，嗰个嘅正印啊，即系嗰个老公啊，系啊，嗱话可能通常佢洗碗啦，咁啊跟住之后咧。嗰啲洗洗碗就嚟啊！唔系，佢洗碗，通常啲程序系咁嘅，邀请咗个外人翻嚟食饭，咁啊唔知点样饮酒，咁啊二女啊，系啊，其实食饭嘅时候咧，都台仔度已经整嚟整去，搞嚟搞去噶啦。好啦，咁啊食完之后，咁啊个老公就去洗碗啦。诶，得老婆，我嚟洗啦。通常好鬼贱噶嘛，通常佢啲 angle 都系一定有埲墙嘅，埲墙咧，跟住佢影到个老公喺度洗紧碗嘅，但系埲墙后面咧就揞住，大家明白个画面啦。但系又好契，有个人搞紧噶，因为洗咁耐嘅喂，洗成半个钟都仲未洗完。而家个老公系咪先？系咪农家佢？系啊，搞错啊！冇啊，冇啊，同埋个老公永远睇紧报纸喎。系啊，但系睇唔到你搞紧咩喎。呀，唉，做戏就唔好当真啊！唔好当真啊，大佬。所以听风箭都危险啊？点解咧？你每次一听风箭，我哋讲有反应啊。咁每次你一听到风箭，你谂起咸嘢啦，或者你一搞嘢嘅时候，你谂起风箭，咁好大镬噶嘛？下次你同啲可能伴侣 sweet sweet， 即系讲下啲咸嘢 flirt 下咁样，一 flirt， 哎死啦！即刻谂起风箭，谂起我哋三个样，哎呀咁啊大镬啦！咁啊好啊，多啲人订啊！一搞嘅时候，朋友都话通嘅，点解我？系啊，跟住阿何牧师啊推介，话即系如果大家性功能有障碍嘅话咧，可以喺间房度咧就播风箭，跟住搞嘢，咁啊又会再现红枫咁样。系啊系啊，咁啊多咗好多麻甩佬订噶啦，咁就冇错啊！想快啲回气第二。再繼續聽重温啦，聽唔係第三次、第四次啦咁。所以揸的士嗰啲哥哥好少聽瘋子㗎，因為佢哋大佬就係將瘋子同鹹嘢拎住咗一齊啊嘛。瘋子就會有鹹嘢㗎，哎咁唔得啦，係咪先？係咪啊？阿信哥係嘛？阿信哥，最緊係咪？哎唔該，九龍塘啊，哇車住一家大細，又有小妹妹，又有靚仔咁樣，跟住就頭先我哋講嗰啲水滴聲，媽咪啊咩嗰啲咕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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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嗰啲咩嚟㗎？媽咪咁啊。哦，即係你朗口咯，係啊，出嚟㗎朗口嗰啲聲啊，咕嚕咕嚕咕嚕咁嗰啲。我見啊，爸爸同阿姨成日都咕嚕咕嚕。咕噜咁样嘅喎，啊司机啊，我明明话转右咗咩直行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有啲嘢顶住头胎，而家只可以直行，但系转唔到弯啦。司机又连结咗，佢将水声佢又连结咗，佢又好中意冲凉自浴嘅，佢咕噜咕噜咕噜，佢有反应，跟住之后好大镬啫。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1000蚊，请即订购支持。